从此以后他们不是光自己，但是住在你家里，要享受你家里一切的丰富。当他们软弱的时候，你加以力量给他们；当他们孤单的时候，你做他们最知心的朋友；当他们跌倒的时候，你把他们扶起来；当他们趴在地上走不动的时候，你背着他们走人生的路。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人，你收获属于你的每一个都不丢弃。主啊，今天他们重生的人，他们成了有余的活人，他们的灵魂与你的圣灵合而为一。请愿你的圣灵将他们浇灌下来，浇灌在他们的心中，永远不离开他们，带领他们一生的脚步，让他们在地上在各方面都蒙你的祝福，让周围的人都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福。我让你祝福，让你交托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你们这些走到前场来的可以回去，你们教科教会的应该都认识他们是吧？都知道。好，感谢主，让主赐福给你们每一位。